后面的视讯背景。嗯，累了。我觉得他超好笑的。十岁驾崩了。他已经完全融入了，我看不到他了。对啊。哦，那个，那、哦、现在然后台北市哦，交给我了。一起上学吧！暑假要干嘛？今天有久违的来宾，欢迎彼得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彼得潘。敷衍哦。两位新同学。嗨，大家，我是江飞。Hello， 我是圣诞树。松原大学是圣诞树。松原大学活体圣诞树。前阵子很流行换后面的视讯背景嘛，然后小编准备了一些题目让我们来玩。那就请我们的小编开始出题目吧。第一题，夜店。我要把窗帘拉起来，不然邻居会看到。三二一，换背景。等一下。好。等一下。我还是我妈借口红。好笑，非常的超好笑的。我们一个人一个人来介绍一下自己的场景。我看起来像是一个醉金迷的一个男孩啊，醉金迷 DJ 味酒啊，有好喝吗？好喝吗？啤酒口味的，真好喝。啤酒口味，那看起来是江飞，你都啤酒口味。江飞，你现在的主题是什么？我还是很清醒啊。开始演了。我没有喝醉啊。叫进去。下一团。下一团，下一团。嗯，我内衣呢？王建文，不要再排队了，你在干嘛？哎、欸，你跟江飞在同一个地方哎、欸。王建文，带他走，搭计程车啦。走了。没想嘞，没想嘞。我先找一个陷阱妹，陷阱妹你的鼻梁嘞，陷阱妹你的脸嘞。伏地魔，他整个人不见了啦！那圣诞树嘞？圣诞树？你为什么躺在人家的身上？我在床上蠕动，好，这样子吗？哎、欸，消失了。那换我。大家知道我图片中的人物是谁吗？王建文。啊，你是不用特别介绍。王建文，夜店出来就有人在躺尸。啊，我是吃瓜群众这样子，然后我们是一整个情境这样组合起来，然后我手机还在拍着，大家是组合在一起的。好，投票喽，三二一。为什么没有人投我啊？我卖命演出哎、欸。下一题的题目是名画，三二一，换背景。阿美翔嘞。哦。江飞好可爱哟、喔！我觉得他超好笑的。彼得潘是什么啦？我介绍名画。那你要介绍你的名画吗？啊、名画就是一个父亲跟一个爸爸，他们在争取财产。江飞很厉害耶、欸！娜丽莎的微信。他把眉毛提起来了，超好笑！他没有眉毛啊。王建文嘞？王建文，你是什么东西？我是一狮子。他的头不见了。王建文，你们可以看出来这幅画，对，十岁。那我看我是中间这一位。哎、yeah, 欸，很棒哎，跟蒋朋友扮的超好。对啊，跟我一样，就像我这么传神。没想到你有在画里面吗？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幅画是夏威夷的亚当。那、啊、你融入在？在哪？那个是刚刚那个夜店的那个陷阱吗？我是在视讯中的最后一个晚餐。防疫中，大家用视讯吃晚餐。你们像耶稣的沧桑一点。这是称赞吗？好，谢谢。大家准备投票哦。可以投自己吗？我怕没人投我。可以。三二一，好，圣诞树赢了，圣诞树得分。好，下一题，题目是古装剧。三二一，哇，江飞，哇，狂唱。那我看不到他。哎、欸，哇，我的妈呀！彼得潘开始介绍。本来想说面膜是白色的嘛，但是拿出来是蓝色的，因为他们脸都很白。
塑造一个古代小白脸的形象。其实不是面膜是蓝的，是他把人家白色的部分丢进垃圾桶，敷成那个膜了。江飞哦，江飞不用走哦，那个头超猛哎、欸，皇上驾崩了，王建文，我看不到王建文哎、欸，王建文在哪？他已经完全融入了，我看不到他了。对啊，我是一个丐帮的弟子啊。这算古装剧吗？那算啊、欸、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不骚，不骚，我刚以为他是背景哎，完美融入了，对，我的妈，好厉害，天哪，没想没想，完全看不到你啊。那为了让大家看到一下我的服装，那还是把背景用掉。是一个华丽美少男。花花公子的那种感觉，圣诞树，连服装也很到位耶。有没有？等一下，我要把那个背景关掉，给大家看一下我服装。哎、欸，好像越南女子哦、喔，真的是对，这一套是越南女子，没错。等一下，看我。我是低配版的那个奴婢，我帮他擦血。你出轨了，拍狠怎么办？贱人去矫情。我只是要他的钱，我不是要他的人。三二一，哎呦，王志文都没有大通过。好，下一节题目是社会新闻版面。三二一。先从别人班开始介绍。我因为在2011年的时候犯罪被捕入狱。江飞，这个肇事驾驶呢？逃之夭夭是他壮士夭夭，可以说他是逃之夭夭。这个肇事夭夭后呢，却是呢说他呢是呢肇事夭夭后呢说逃之夭夭，这个驾驶呢却是呢最后说他一是完全不知情。我不想转台了，继续讲。不好意思，还不是您的时间。我是台北市市长嘞，你这样说什么话？我们的台北市市长呢？哦，那个，那我现在然后台北市哦，我讲一下那个台北的新政策哦，我跟你讲，部长是灵魂出窍吗？哎呦，换下一个，我们的那个圣诞树。呼噜狂，我们的呼噜狂。还有自动马赛克，我好笑哦。那换我，啊，我上电视了。哇！大家投票哦，三二一。这个报纸我看得非常开心。哎、欸，你平手。谢谢。下一题题目很长哦。好，下一题题目是：身旁都是奇怪的怪物，要扮演他们才能活下来。BTS。三二一。你那个是什么怪物？看起来挺吓人的。好绿哦。跟飞背后那个是什么鱼？请吃寿司，别吃我。感觉。王建文嘞，人家是僵尸大那个职业什么？阿美翔嘞，美翔，我在非常浓，大家看一下，红，没有看不到，超烂，你这什么红火的？你什么东西啊？红火的，超烂，圣诞树，你一定是特殊僵尸，为什么变色？紫色僵尸，在蹦迪的僵尸，我派出了真的猫咪。在外看起来想逃跑的，打你！你要什么寿司师傅之类的？寿司师傅，这里头特别喜欢我。我不要、哦，你可以施舍我一票吗？三二一，开啦！得分，不小心掉到二次元的异世界。三二一，我们从彼得潘开始。这看出来是一个肥宅掉入二次元。你现在开心吗？你开心吗？江飞嘞，江飞，我不是任何角色，我是宅女。那你跟彼得潘很配，超可爱。彼得潘，我们一起看动漫吧。我不要。美翔呢？美翔，你现在是一个创世神。啊，你可以就把背景关掉一下吗？What？ 你已经关掉了，你关掉，我还是看不到你。对啊，为什么你戴反面罩？圣诞树，怎么会有这种衣服？对啊，
外穿的吧？这个衣服犯规了。我的梦想，你要吗？我可以送你，反正我看不到。你的梦想是穿这一件吗？对，想穿女服装，还有护士装，还有护士装，真的、哦。啊，王振文嘞，你怎么跟人家衣服不同颜色？他是后五选手，影子第六人。我只是穿紫，我只是穿紫。拿出去了，我是新转学来的交换学生。好，背景。二一，好，最后一题，欢乐水世界，开心玩水。三二一，大家可以先介绍我吗？我穿衣服。OK， 交给我了。好笑，超好笑。你玩低一点。好难哦。一个啦，好了，这一集结束了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张飞，张飞，我是那种只拍照不下水的。哎，有，很像，很像，有在玩吧？感觉有在玩，想去划个水就可以开车回家了。哎，没想没想嘞，懂用照片哦。啊，圣诞树嘞？我看到那是滑水道。啊！怎么人家穿比基尼，你是穿 T 恤？不是，因为没东西可以给人家看了、啊，所以。啊、王建文嘞，王建文，我是踩那个。哎、欸，我还努力耶！我拿家里的那个泡泡纸做成游泳圈。哇、wow. ！啊！我要这样淋水这样。哎、欸，你整个人比水还高。好，3、2、1，彼得潘。好，彼得潘得分，今日最高分有两位，江飞跟江飞。圣诞树，耶、yeah! ！恭喜他们，谢谢。各位都很棒，但是还是得要你们赢的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喜欢的话，多多帮我们按赞、留言、多多分享。那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，我变瘦了，各位跟你们讲这样。那你要不要也偷上亿？啊，不要，拿那个会员才行。大家赶快去加入会员。